大家午安，大家好哈，谢谢大家哈。现在我们进行第41次会议哈。先请秘书长来先读40次的会议议事录。宜兰县议会第18届第3次到了第40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31日下午20，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乐议员等34人，内席间的县政府县长林崇贤、副县长吴泽成、秘书长赖希禄等处级长23人。本院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陈议长文昌，自下午20起至下午3时50分止，林副议长其三3时50分至4时47分，又至5时5分起至5时23分止，邱远嘉进4时47分起至下午5时5分止。记录有异话，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院里打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39次会议议事录，执行事项，县长施政总执行及答复。执行议员杨振成议员、黄毅仪议员、吴洪某议员、张秋敏议员、林副议长齐山、陈议长文昌等。答务人员：林县长冲选、刘局长建庭、文处长超顺、陈处长春锦、高局长收春、许局长松义、陈局长登天等。三位下午5时23分以上。我们是先审这个，等一下他那个装备塔马上来。好，请问大卫，那个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那存查了哈。好啊，无迄落啊，你即摆过来印资料，无咧临时动议，无临时动议先来处理好不？临时动议先来处理好不？干部就干一分钟。我们先来处理临时动议案哈。临时动议案，提案人黄议员建勇，要这个处理啊，我们啊，副议员陈议员汉中等10位，办法请县政府酌酌裁员，尽是为了体系严谨辛劳，激励基层严谨士气，敬请编列警察勤务加。繁重加急预算，办法请县政府筹措裁员，尽速办理。好，无意见了哈，通过哈。谢谢。动议人陈议员郑南。中议员陈立仁、郑南，林副议长齐山，邱议员嘉靖，副议员陈立仁、汉中等8位，按钮请县政府2016年7系活动选定以南湾澳跨港大桥以豆腐奖倡议举办，以落实活动在地方轮流举办，符合县民之期许，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东人杨议员郑成、辉人林议员徐明等15位，按钮为提升地方民意代表专业问政品质，并落实照顾担任地方民意代表之公职人员退职或基本生活保障，促请立法院修订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会条例，使增订专章，就任职一届4年以上之地方民意代表，由政府补助其退职后，得给予一定额度之退职金，以符实情所需。办法请立法院修订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会补助条例，实增订专章，对担任民意代表退职者，得给予一定金额退职金之规定。好，有没有意见？好不好？东议员杨议员郑成、副议员林议员徐明等15位，按钮建请近市整治东山河水系太和地区13份坑排水，并提出执行时间表，以落实改善蜿蜒不良土堤河道，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办法请慎重研究办理。好，没有意见，通过。继续，东议员杨议员郑成、副议员林议员徐明等16位，按钮建请早日办理扁县连山植物园区太和出入口左右两侧主要道路宝和路、太和路等拓宽改善，以利当地宗教文化、观光休闲等结合发展，
落实宗教文化自然生态综合区之规划，办法请慎重研究办理。好，原意见通过。继续，东议员陈议员俊宇、副议员吴彦宏某等12位，按钮建请提供盐山乡内城国小旧校舍作为社区友善基地，以活化该旧校舍，并筹编预算办理环境整顿，以加惠地方使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没意见通过。继续，东议员陈议员俊宇、副议员吴彦宏某等13位，按钮扁县盐山乡车坑派出所旧厅舍建请移拨由社区维护管理使用，以活化公部门旧建物使用机制，建立和谐之社区环境。办法请慎重采纳办理。好，没有意见通过。继续，东议员陈议员俊宇、副议员吴彦宏某等13位，按钮建请近视办理扁县盐山乡内城路423451号前道路拓宽，以确保用路人行车安全。办法请慎重采纳办理。好，没意见通过。继续，东议员陈议员俊宇、副议员吴彦宏某等13位，按钮扁县盐山乡金泰路因七排护岸连久失修，严重影响连车通行安全，建请县政府筹编预算，建构一标准且符合实际需求之道路，确保连车通行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没意见通过。继续，东人林议员、叶显副议员、吴彦秋林等7位，按钮新政府就开放瘦肉精之美国猪肉进口时，请县政府坚持食用肉品瘦肉精零检出之立场，以确保县民健康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没意见通过。继续，东人黄远电流副议员、前议员汉中等5位，按钮建请县政府维持宜兰市崇圣街之整体性，以其所具之历史意义，无需任意分段切割另为命名，以保留其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杨延政城副议员黄延电和等4位，按钮为协助照顾重症患者生活起居，建请同意重症患者不分年龄层准其家属申请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以减轻重症患者家庭负担，维护社会和谐与安定。办法请县政府转请劳动部严厉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谢议员陈毅副议员前议员俊宇等9位，按钮请县政府针对县内屋龄及楼高达一定条件以上之房屋进行建检，并研拟一套管理机制以补助实施计划，以降低灾害所造成之冲击，确保民众居住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议员谢议员陈毅副议员前俊宇议员等9位，按钮建请县政府专案调查县内民众私有地因水利用地被占用情形，应急严拟后续处理事宜，以维护土地所有权人。办法请县政府迅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人谢议员陈毅副议员张延民华等9位，按钮建请县政府针对宜兰县实验小学招生入学办法予以修订，给予校方较弹性处理招生入学方式，让公办民营实验教育学校更具高度独立性及创造性之学校体制。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人谢议员陈毅副议员张叶民华等9位，按钮建请县政府辅导县内合法以未登记之各宗教团体组织庆典活动、祭祀礼仪等资源予以整合，并建立交流互动平台，以有效推展宗教礼俗活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人孙汤议会议员、副议员吴秋林议员等12位，按钮为凝聚都市区原住民向心力，并有效扶植及健全所有都市原住民非营利组织团体发展协会，建请县政府将目前都会区阿美族聚会所交由都会区平地原住民社团发展协会作为联合办公室。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人孙汤议会议员、副议员吴彦
吴秋林议员等12位，案由为让学生能亲任于原住民文化环境下学习，足以营造更具风味之足以情境教室，教育处应每年固定编列预算提供各级学校营造足以情境教育，提升足以教学环境，学士加强改善现有各级学校足以情境教室环境，使其各具备不同族群之风格，让学生感受不同族群之文化差异，提高学生学习足以之兴趣，并让不同族群同学师生民众更加认识了解原住民文化。办法行政任务采纳办理。好，没有意见通过。继续。继续动员前杰林议员、副议员黄世超议员等9位，案由为落实推动足以教学课程，建请县政府规划及整合办理原住民足以护证计划，并加强先导课程内容。办法请县政府尽速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动员前杰林议员、副议员黄世超议员等9位，案由为提升专业技能，请县政府协助规划适性的原乡在地就业训练计划。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提案人动议人陈念德茂、副议员陈念黄喜等15位，案由早期政府实施农地重划，农民每公顷地应负担农水路及抵费用地面积20%-30%，所谓应负担利于农地重划划利作为手段，属于不正义而合法之行政行为，强制都剥夺无偿取得农民耕地，全部移给政府辅导民间公法人农田水利会，并登记为土地所有权人。现今转型正义在台湾社会实现，必须着重以民惠民服务，公务机关正常化，应釜底抽薪修法彻底改善，建请立即会址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将农田水利会所谓公法人改为政府机关，由会员直选会长改为官派，并日各县市政府水利单位事前统合管辖，利于提升行政执行效率，以落实惠民福祉服务品质。办法请县政府转请中央政府采纳办理。二，附本抄送本县及立法委员。好，通过。继续。继续动员陈年郑南副议员陈进宇议员等5位，按钮请县政府早日办理台铁苏澳新站后方低海拔小山丘铲平工程，以利地方整体发展。办法请县政府研究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动员刘远天副议员、张议员建荣等7位，案由请县政府筹措财源补助本县测量治理员健康检查，及早发现疾病及危险因子，保持及促进健康，防止职业疾病的发生，以提升工作效率。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动员刘远天、卢副议员、张议员建荣等7位，案由建请早日完成罗东南北水网计划，以解决水患繁荣地方。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动员刘远天、卢副议员、张延建荣等7位，案由建请早日办理罗东扩大都市计划，公保期解禁，以利市区整体发展。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动员刘远天、卢副议员、张延建荣等7位，案由建请县政府延亦防止扁县近海渔业资源逐渐枯竭，使渔民遵守相关管理规定，共同维护近海渔业资源，以能达到渔业资源永续经营的目标。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动员刘远天、卢副议员、张议员、建荣等7位，案由建请早日办理罗东信义变电所迁移作业，以利市区整体发展。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动员杨延正成副议员、前言校人等4位，案由为扁县罗东西上游至比仔头桥起至林里坑桥址河溢淤积严重，杂草丛生，阻碍水流，应迅即办理疏浚，落实河川水系维护与管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动员前言校人副议员林业贤议员等5位，
按钮，贬县南澳乡五塔段农地因疏花改隧道工程影响，导致该区域灌溉水源与民生用水大量流失，请县政府尽速协调疏花改工程处设置引水系统与新建蓄水池，以减轻缺水对农业生产之冲击与民生用水供应无疑，其能提升农村生活品质。办法，请县政府限期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陈彦校长、副议员林叶贤议员等五位。按钮，请县政府早日办理贬县南澳乡五塔农路整建工程，一地农民农路运输。办法，请县政府限期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林叶贤议员、副议员张建荣议员等五位。按钮，请县政府督促宜兰市公所清查所辖电线杆是否有缆线外露与灯泡未亮之情事，以维护民众人身及通行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这是施工所管的，啊，这是施工所管路顶的。哦，我意见啊，通过通过。东议员林叶贤议员、副议员张彦振荣等五位。按钮，为奖励育龄父母生育，请县政府提高生育津贴为每胎补助30,000元，并建请完善之托幼系统，以提高本县新生儿出生。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动议人林烈贤议员、副议员张建荣议员等五位。按钮，请县政府不应任意更改宜兰市中山国小校名为渭水国小或宜兴国小，以为其南梁所学之名。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议人林烈贤议员、副议员张建荣议员等五位。按钮，请县政府督促宜兰市公所清理辖街道之排水沟渠，以防病媒蚊虫滋生及影响排水，确保民众身心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林叶贤议员、副议员张建荣议员等五位。按钮，建请县政府整修黎明山路，立美化景观示范进入花台植栽，以美化环境并提升生活品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东延林叶贤议员、副议员张建荣议员等五位。按钮，请县政府协助宜兰市公所整平辖区道路连锁孔盖，以防路面不平影响用路人通行安全，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陈彦汉庄副议员黄议员建荣等九位。按钮，建请宜兰县政府落实绿能建置，并积极推动太阳光光电发电系统严厉给予6%之容积奖励机制，以达成重电养电的施政目标。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东议员陈彦汉庄副议员黄议员建荣等九位。按钮，建请宜兰县政府将生活与伦理、公民道德等课程建立教育部纳入课纲课程，以提升学生品德教育。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议员张彦民华副议员吴彦秋林等11位。按钮，就变更五节协进地区都市计划第二次通盘检讨，内政部都委会审议通过后，住宅区容积率不得大于150%以上，的区容积率不得大于200%，容积率缩较现行规定缩小，土地无法充分使用，建请县政府重新检讨，维持原来之容积率，避免造成土地所有权人权利受损之际。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林延金龙副议员吴延洪某等四位。按钮，建请头城镇中仑桥向西下浦排水线两侧堤防垫高。办法，将原有之两侧堤防垫高，请县政府尽速编列经费整修。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吴延洪某副议员张彦秋明等七位。按钮，建请县政府尽速处理礁溪乡宜市县进入沙港大排堤防道路增设护栏，以维护居民及车辆出入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吴彦宏某副议员张彦秋平等七位。
按钮，建请县政府正式办理礁溪乡一市县往北至191线沙坎大排东侧长约2200公尺堤防道路路面重新铺设工程，一地交通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吴衍宏、某辉延、张延、邱炳等七位，按钮建请县政府正式办理礁溪乡吴沙村一因路至三星巷道路转弯处设置警示反射灯，以维护人车安全，办法请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吴衍宏、某辉延、吴延、邱炳等六位，按钮建请县政府正式办理礁溪白银村礁溪七段礁溪路七段附近道路重机超跑夜间飙车加强起梯案，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吴衍宏、某辉延、吴延、邱炳等五位，按钮建请县政府正式办理礁溪乡白银村混尾桥头南侧测试照相机之装设，以确保民众行车之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吴衍宏、某辉延、吴延、邱炳等五位，按钮建请县政府办理礁溪乡白银村礁溪路七段六处候车站周边划设红线，以维护人车通行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吴衍宏、某辉延、吴延、邱炳等五位，按钮建请县政府办理礁溪乡乙五线三角道路至白鹅村第三林至第五林柏油路，以水沟加盖路面落差改善，以利人车通行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吴衍宏、某辉延、吴延、邱炳等五位，按钮建请县政府办理礁溪乡白银村白石角路一五巷往跑马古道融入路面改善工程，一地人车通行，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东一人吴衍宏、某辉延、吴延、邱炳等五位，按钮建请县政府办理礁溪乡马林从化区马林小段11-7排水沟重建工程，一地农田排水及防止水患发生，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吴衍宏、某辉延、吴延、邱炳等五位，按钮建请县政府办理铺设礁溪乡旗武兰从化区南北九路长 800公尺宽 6公尺柏油路面改善工程，一地交通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东延吴衍宏、某辉延、吴延、邱炳等五位，按钮建请县政府办理礁溪乡白银村白银二路白石角涌泉郡第一干线治水源遭严重油污染改善，以解决乡民多年困扰之苦，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前年洪喜辉人黄议员郑勇等五位，按钮建请宜兰县政府整合县内公车转乘相关资讯，逼力民众搭乘以落实减碳加盐，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陈延洪喜辉人黄延郑勇等五位，按钮建请允许台湾自来水公司治水闸免落地，治水阀免落地，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吴衍、邱炳、辉延、吴衍宏某等五位，按钮建请县政府推动污水下水道工程，请纳入罗东镇西安里地区自宅区家庭废水污水排放，提升居家生活环境品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不要，不要，哇，要修还是有效无啦？哦，好啊，啊，那现在我们来进行，自治条例的审查了哈。会长，请我待会哦，顶边迄个告处这个。体场网球场的社会自治条例的修正是不？迄、那个还有一挂争议啊，迄是不是？暂时我保留到这啦，还是安那？好不好？局长，你安那？我这个无这个的，暂时先去保留了，好不好？这个社会自治条例啦，暂时去保留了哈。好了好了，嗯。啊对，你等下等下，伊迄个你是要不你临时动议啊？对啊。好了，那个议长各位同仁哦，
我在这边一个提案哦，就是讲这个最近啊，这个外关区的人来伫咱遮也好吼，啊，咱本地也好吼，发现到真多空气非常严重的这个污染吼，啊，已经造成真多对咱宜兰县大家啊的这个无谅解。我想伫遮提一个专案小组吼，啊，看会当来进行彻底了解啊，宜兰县到底我们这个污染源从哪里来？到底是人为的因素，还是啊，咱的这个啊发电方面的这个无够周延哈？呀，污染源到底是啊，甚至每一个工厂到底因到底是伫哪来啊？为什么无法度解决？啊，是监督不周，想成立一个那个啊专案小组。以上。好，林副议长所提哈，就是。真济污染源吼，啊，要啊来个要来进行了解，啊，看有法度要求行政单位安那去善后，安那来处理，安那来解决就对啦。安尼好不？富裕不？富裕哈。好啊，就专案小组，五至七个人嘛哈。好啊，要几个人？啊啊？好啦，要几个人啊？啊！都要大家都同意要成立啊！讲要创啊啦！我想这个空污吼，空气污染吼，这也是讲另外有些人来咱家，大家拢知影啦吼，拢都是非常的严重啦吼。啊，这个污染等污染吼，大部分拢伫锁顶啦，大部分都伫锁顶啦。啊，你做工业区啦，拢做工业区，有台化啦，有东南亚世界吼，大部分拢遮个大型的遮个工厂啦。我是讲这个委员吼，啊，阮所定的三个吼，迄个林副议长吼，啊是一个召集人啦。阮拢啊，这所定，阮两个个拢个参加这个委员内底啦，加入啦，吼，是啦，安在无？我在。哦，那个林副，好啦。七个人啊吼，小组七个人啊吼，啊，你即马是希望讲所有选区三个，啊，东山选区的，东山几个？东山四个啊，四个，十个，十个嘛，我紧啊，拢单数，十一点三二啊。我要规矩话拢来就好啊，好无？嗯，好啦，嗯，我看这样啦，这个是监督是全宜兰县议会的每一个选区的选出来的议员都要关心啦，每一个选区都派一个啦。这第几组？第几小组？第三小组。第三小组三个啦，其他小组两个啦。啊，安尼，大家一切啦，尽量选举参加啦，安尼通未？你遐济人嘛，伊好讲，对啊。还是要关心的，其实拢会使关心啦，无论等下就好来啊啦。啊，无咱改变一个方式啦，都请副议长来做召集人啦，啊，都拢通知大家，每人拢来啦。哦。啊。有啊有啊，安尼好不？来，哎，处理安尼处理，安尼同。对吧？哎呀，免收租啦，就是大租啊，大租都议会都是咱算一个案啦吼，啊一个案就是讲议会要来了解吼，啊要来了解啊要来再进一步要安那来请行政单位的县政府来安那来解决就对啦，来处理就对啦，啊咱推拜吼。迄、那个林副议长做召集人啦吼，免啦，看因内底啥物人，
你提案你都有行哦，规条你也这也使客气哦。哦，对啊，好啊，啊就拢大家拢通知，啊每人就来参加呢，安尼好无？安尼好无？安尼好啦吼，好安尼就安尼个决定啊吼，好啦。哎，歹势哦，安尼一定个各位同仁哦，另外一个啦吼，多来安尼好未啦？一个好啊。哦好啊啦，够有。另外一个。我咧做副一定话真兴趣啊，你看。哎呦，好来过来过来。哦，先讲。喂，我讲错啦。偷一条呢？刚才你说所排定的就是我们邀请所有的议员参加嘛，哈，对吧？哈，啊，时间要定在什么时候了？你是希望较紧的呀？我想我是白马仔啦。白马仔会期卖，啊，白马仔以后啦。白马仔卖使白去看要来比赛，台湾卖先赛安尼，到公开比赛，就白马仔起来去看会期打铁趁热安尼，你知袂较少的啦。一礼拜来，这后礼拜就来去啦，后礼拜就来去啦，好不好？端午节之前啦，哦，端午节之前，端午节之前嘛，就后礼拜差不多吧。好啦，就安尼啦吼，紧缩啦，后礼拜以前啦吼，端午节以前啦，都来排定时间啦。而且请各位同仁哦，踊跃参加啦吼。好啦，你副议长，议长啊，即马因为哦，咱即马有差不多有将近哦，都市计划、市地定位、都市变更种种哦，差不多有十几个案。到即马拢延宕啊，延宕二十几年啊，吼、哦！啊，最近吼、哦，我是讲啊，咱有新任的议员头一半以上，啊，拢完全无了解都市计划吼。比如讲啊，你当像住你头城的人，啊，伊都唔知讲当苏三都四不计划，哦，啊，住你罗东的人啊，更加唔知倒位啊，啊，所有人唔知倒位啊，每一个地方都不太了解啦，吼、哦！啊，所以讲我是讲底下建议吼。哦是不是针对着这都市计划啊？这个严重落后吼、哦，产生了许多的诟病啦、啊。啊，尤其是这位讲啊吼，有听到来讲，礁溪休闲度假村呐、啊，咱过去一再主张讲，希望公办会当挹注咱的关键的这个财力啊。啊，结果听讲即卖用私办啦、啊。我想这个部分呐、啊，我们希望透明化，吼、哦，卖公地啊，安怎都安怎。我希望在这边能够组织一个专案小组，能够深入的了解，让我们所有的议员大家都较深入的了解，哦，啊，再袂讲只讲啊，当内底安怎，内底安怎都安怎，哦，我想这个啊，我来做一个建议，予咱的议员啊，搁较深入了解，啊，希望讲未来都市计划案会当尽速来杀，像阮说一个啊，都市计划案一个坑得要三十年，哦，啊，阮安尼吼，很多民众我们都没有办法交代，以上。都是原来各都市各都市计划的推动进行，阿尾转咱小组是吧？对啊，好不？转咱小组啦。我补充嘞，那个一定吼，各位同志吼，你讲往转咱小组来该讲就个坦白啦，你嘛无得共查出什么货啦。你发到去猜啥？哦，你讲大家市地定位啦，较早的时啊，我还会记得，还阁真侪人赞成也反对的，啊，赞成反对的人哦，人个虽然有虽然的看法嘛，哦，虽然有虽然看法，啊，人啊为个正重视赞成的人啊，啊，反对的有当时伊嘛去摆地啊，哦，啊，即卖我就是已经听讲啊，管路已经拢签啊签要是尔。书班，啊，咱议员来讲啦，要所有安尼听起来讲起来，大家拢一直伫讲，为着咱的管库的问题，这个利润都遮大，啊，希望讲用公办，啊，我是感觉讲我这时来讲，咱即马即期的定期大会，大家咧开干呢，袂咱请啊开一个专案报告，挂地政处长，你是为何上个咧指示要用？书班啊，书班这个利润，听讲有这么啊庞大的利润啊，到底这个利润要走哪去？哦啊，管理有什么优劣？啊，书班公班有啥分别不？哦，这个我是感觉讲，这拢值得来思考啦。啊，听听大家意见安尼啦。哦，以上。一定啊，这个吼、哦，我是感觉讲，你讲的有理啦吼。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因为咱
请管政府来做一个专案报告，它只是一个时间而已。迄、那个时间，迄天甲你报报，啊过就煞。啊，这个案子吼、哦，好像每一个乡镇啊，吼、哦、拢有。啊，是毋是讲咱会当讲啊，专案小组哦来甲伊一条一条那甲跟出来，甲跟讲啊，你当这个案到底是调伫遮，啊是你调安怎，你嘛讲来听看，对无？哦，我是讲这个专案小组啊，我也希望讲，尤其是咱。啊，即个新任的议员吼，更加会使讲做对接啊，无讲介清楚啊。吼、哦，我是讲做是毋是即个专案小组组织起来，吼、哦、啊，那有要来参与的，咱的议员同仁拢总会咱来了解，吼、哦、啊，互即个案会当真真正正来请即个县政府啊，爱加速看安那来办理，吼、哦、啊，那无妥当的所在，咱有需要讲啊提出检讨的所在，咱嘛爱提出检讨，对哦。对咱县政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哦，啊！你当时啊，一个案对无？呼呼叫，县政府提警卫出来，啊，开始要来公办，啊是安那？拄啊一个坑，又搁甲坑里啊困困几啊年，啊困困咧，即摆在临时临了，无声无息，咱搏者又搁变输班。我想这个部分有需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对啊，安尼啦，这就嘛一淡薄啊，安尼复杂性啊，安尼，落来有歇困者，参详者啦。迄个了，好，迄个了，休息。好啦，啊，大会报告啦吼，拄啊参详的结果就是讲吼，用书面的来提案较慎重啦，安尼啦，吼，啊，书面提案出来，咱明仔载再处理啊，明仔就还佫有时间啊，还佫回去，好，以上就安尼吼。好啦，无咱就来进行咱这个自治条例吼，这个审查，好啦。无啦，明仔载啦。不要再了，你准备写吗？政治第十八之零零九号案，制定宜兰县污水下水道使用会征收自治条例草案。继续请参阅条文对照表。您制定条文法规名称宜兰县污水下水道使用会征收自治条例第一条，本自治条例依下水道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制定之。好，没有意见了哈。好好通过。好，好了，业务单位请列席。好，处长，你就哈、哦、这个为什么定这个自治条例总体来做一个总说明呢、啊？哈，立法意志怎么总体来做一个总说明？这样简单就好了哈。好，大会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啊、公务处这边报告哈、哦。那因为我们目前大概宜兰罗东系统都在运作了哈、哦，那它的接管率大概都达五成以上哈、哦。那依照下水道法的二十六条的规定哈，那用户使用下水道应该要缴纳使用费哈。那这个使用费的一个计算公式还有征收办法，是由我们县市政府主管机关来拟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来核定，所以这个收费的一个自治条例早在之前96年有送到国会来审议，那不过因为历经8年并没有审议通过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条文也不合时宜了哈。那还有我们组织也换了，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把它撤回来。那去年我们重新拟定以后，那送今天送来国会来做审议。那这个条文共有11条哈。那主要是明定整个自治条例的一个法源依据、管理机关、管理官位，还有我们用户的使用费需缴纳的一个使用费。还有我们用户的一个列别，还有定例，还有我们整个使用费的怎么计算，啊，还有未来的整个怎么收取，啊，还有未来假设有发生异议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申请复查，啊，以上简单的一个报告。同意。没有这样的设备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说明？
没有使用到的。基本上我们收费的对象是用户接管的一个对象。那假设还没有纳管的部分，我们是没有去征收的。以上。好，条文审查了，好了，开始。好，好来，啊，陈远。不做。你即摆这个污水下水道是，这个是甲民国几年都已经爱做爱做爱做争取者，啊无时间都过去，都无永远都无法度当啊。同阿弟弟，那是这污水下水道，你干干水来着好不好？你怎么这污水下水道？你怎么主席？甲民国几年都一定要一个定案，一个定案。啊无你怎么主席？啊时间也过，都无去啊。好，你简单解释一下嘛。输澳系统目前营建署规划报告已经核定嘛哈，那议会决议说，希望我们在年底前能最。就水质中心的厂址做一个确认，那我们希望说年底前确认以后，明年度我们就可以编列经费来施作。那基本上营建署那边也同意我们这个做法，我想应该是不会有被经费去取消的一个情形。哎，以上。哎，你就年底都要破例营建署了嘛？没错。好了，拜托了，都无遐济时间啦，就条文来处理了，好不好？啊？我来就条文来讲了，好不好？好了。主席，今个处长者，咱恁早起审查是一个附带一个意见哦，是讲为设置用排水这个部分哦，咱管政府通知啦，无再讲，就是讲要依照那个污水下的管理办法来处罚嘛。这个规定是要处罚1000块至10000块以下块，这个日子内底要处罚嘛。啊，是不是讲？有些已经在接管地区里面的这个用户，我真了解到底是不是这个情况。如果咱早是，但过来做些正式的通知，是不是跟他告知说，如果是你个人故意不接管的话，都是不是处罚？我也不了解，我真正不知啊。因为我那边在公文包里讲，这个部分因为再去用这个建议区也没得条文来对啦。但是想注，这应该是大家拢去关注这个问题，是不是个人当个慎重的通知一下？我拜过处罚，伊讲伊也唔知那个话。跟议员说明哦，基本上我们都会告知住户了哈，就是说他不接拒绝接的时候会受到什么权利的影响，基本上他要自费嘛哈。再假设规定期限内不接，他会受到处分嘛哈。我想这个都会告知。哎，上。我再用你当个正式，假设个地方已经都完，都不能完成，可能完成百分之90%啊，从五趴内底无接，你当个较少数啊嘛，也当个正式告知一下他那个。事情的严重性如何啊？呢，好，就咱差无差嘛，而且正式一个告示跟我们讲。好，黄远。迄个处长吼，啊个局长吼，因为你去看燕山内街讲事实嘞，迄个包厢做走迄个代志吼，你说内底一寡水拢未通，一寡该做拢无完整，啊咧污个乱七八糟，啊这真严重，这个问题来讲起来，拜托我赶紧嘞，哦应该要咱处理个赶紧嘞，啊无哦。即个居民啊，即个受害人啦、啊，即个人，大家拢找伊服务处来啊。讲议员啊，代志要安怎安尼啊？哦，所以讲拜托讲哦，你免回答啦。我就甲你讲，你知影就好啦。你爱叫伊讲哦，该做诶，无通诶所在吼，做甲一半人走诶啊。即个问题爱赶紧去给处理完整。哦，卖有搁起来居民，事实讲诶，足凄惨诶啦。你爱做诶事啊，事实啦，迄敦亲睦邻做了足歹，啊，甲社会拢引起一个。温暖遐重啊！哦，应该处长你嘛知啦，科长真了解啦，还免回答啦，你敢处理好就好啦，以上。好，谢谢哈、哦。好，条文朗读来。来，去了。来，来。来，谢谢议长啊。这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吼，一个问题就是讲，伊这个住户伊无咧做污水下水道，但是伊毋是不爱做，是别人的原因造成伊不爱做的时阵。你有要搁较烦无？吼、哦，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你即马要已经有伫做啊，吼、哦，啊，你要加收钱，啊，收钱伊咧条文写是讲以水费为准嘛，吼、哦，水费嘛，啊，以水费为准，你要用什么方法？有倒的污水，甲无倒污水的人，要哪去区别？哦，这说明一下。
假设不是这个住户的因素引起的，基本上是不会像刚才讲的会受到处分的哈。那再来就是收费的部分，一般住户当然我们就用自来水用户他用了多少度来当做收费的一个标准。那基本上我们在处理接管的时候，我们会把雨水管跟自来水管会把它弄清楚，也就是说它产生的真正的生活污水的部分才会进到我们的管线里面来，这个我们会去做处理。上面有可能标低啊，有没有放水表？基本上一般住户就是我们的自来水表为准。好，开始。好，第二条，本自治条例主管机关为宜兰县政府，括弧以下简称本府，管理单位为本府公务处。好，没意见了哈。好，第三条，接用本县污水下水道系统之用户应缴纳使用费，审查意见第三条照您制定第三条条文通过。好，来。啊，伊若无迄落，伊若无入去咧，不是用户咧。不是用户，我们就不会收费。没有，他不接会依照下水道法会要求他要自费来接进来，那假如不接的话就会被依照下水道法会做处分。那现在要是说他现在不接啊，你别怎么去采访呢？刚才提到了哈，就是说我附近的所有水系都接好了，唯独一两户他拒绝进来，那我们会通知他一定的期限要自费来接。假如他不接的话，我会代办求偿。然后依照下水道法，就刚才张院提的，他可能会受到1000到10000之间的一个处分以上。好，继续来。第四条，污水下水道用户分为事业用户及一般用户，定义如下：一、事业用户指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条第七款列举之事业，其汇水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统设施者。二、一般用户指事业用户以外资用户，审查意见到第四条照您制定第四条条文通过。好，没意见通过，继续。第五条。来。主席啊，我是讲安尼啦，因为这个奥都会哈很重要啦。你即马咱人数不够的时阵哦，咱加起背书，我感觉是不妥当啦。咱是不是等人数超过，咱再来开？好，以上。实际上是安尼啦哦。其实这也无啥，其实是无啥物复杂性，还是讲敏感性，还是讲有啥物大的争议啦。只是讲，咱爱有一个好法，其实已经真侪年，有诶已经接真侪年，无咧收。管厂一年爱，咱管厂管库爱3000万诶，吼，就爱有即马去甲恁处理诶，即个代处理诶公司啊。啊，所以即个法兰内商，吼，赋予有法院吼，吼啊，看当时吼会当开始收啦。其实无什么遐尼敏感啊，是争议啦。无什么特别的，这个利益冲突的诶，迄落啊，诶关系啦。你讲诶是无唔对啦，但是毕竟是一大块啦，这嘛爱是所有宜兰国民诶一个福祉嘛，吼。嘛，请拜托管照方面诶吼，咱嘛紧催一个。嘿啊，啊，连老二拢有伫遮嘛，催一个，好无？才超几页尔，啊，紧催着，咱搁继续搁开啊。实际上，即马是，阁是一读会嘛吼。奥读会。奥读会啊啦。来这样。早起若有参加法规委员会，可能伊就无一排拢了解啊。啊，遐人是毋是那个卖偌济？有啦，他们都有来哦。有啦。有啦。无安尼啦。好规的人很尽责，都来了。你实在啦，咱的责任就是讲以后按吼，咱该当
哦，合理的咱就来个支持和通过，啊，不合理的咱就来个修正。啊，其实这是嘛是咱的咱的工课啦。我会当大家都，会当大家都来配合一下，无你无你，是搁吹一下啦。无你补嘛是一事无成，啊，你讲有影较有争议的，咱就甲保留；啊，若无啥争议的，嘿啦。这个收费自治条例啊，很重要啊。啊，其实是算成本的啦，毋是讲做咱即马有法度甲定讲做，要人定十块，还是几块？伊遐算起来是四五块啦，嘿啦，是算成本的啦，照成本就对啦。嘿啦，等等卖你啦。好了好了。啊？清点人数好了嘛？嘿啦。我咧清点人数咯。嘿啦嘿啦，又滚一个，变个吹一个。好啦。啊。歇睏一下啦，安尼有啥物意思啦？你还是无要通过了啦？无啦，歇睏一下，叫人来啊。没有通过就较，卖遮个人去陪。较有争议个，甲囥个；较有争议个，甲囥个啊。嘛无，较有争议个，也是较为了较复杂性个，甲囥个。啊，其他是，其实这也无啥物，无啥讲讲较白啦，无啥物敏感度啦，毋是讲甲老百姓啊，讲也是特定个团体有啥物利害关系啦。这甲 BOT 个枪声也无关系啦。咱爱有 BOT 的枪声，是爱一度，就是一栋啊，十六块啦，十六块是那诶，营建署补助的十一块。嘿，啊，咱即马无，咱即马无定这个法源，变作这五块的部分哦，至少四五块啦，吼，这去算啦，至少四五块，无就是咱管口啊，爱去支付啦。啊，实际上是甲无甲讲话做。枪声啊，啥有什么厉害的关系啦？啊，迄阵是厉害的关系，是议事规则的问题啦。你哪想甲遐济去？啊，就开学啦，开始啊，签到人数有够啊，你要卖啦，你嘛呢？十几个尔。对吗？好了好了，休息了哈，好，休息。好啦，赶快进来，光都望来了，快点！哎，进来，叫光都望来，正经正经爱来看，唔来看啦。这光都望啊，撩脸这个样。嗯。这光都望啊，撩脸呐。对啊，正经正经爱迄落啊，爱接的，唔接啊，创状遐，即马填一念念三百几条，我讲你写写纸了，写死啊！你若有效吼，我早就，我早早三钟就免啊。我这不是，重要。讲到嘴甲全部啦，出正经啦，来来开始啦，开始啦，啊啦，开始啦吼，来来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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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大会啦吼，都是时间啊，真有限啦。该当处理的，咱就甲处理你的啦。就是讲，除了拄只迄个宜兰县立体育场、网球场收费标准立案，佮继续保留以外哦，咱即马咧审的污水下水道使用费征收自治条例啦，佮一个传统公务管理自治条例的修正啦，迄几条啊尔啦，啊佮一个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的修正嘛，几条啊尔啦，咱下晡咯，这三个吼案来个处理的完成啦，好不好？好啊，大家。把握时间啦，爱该处理的处理啦，无该处理，都赶紧来通过，啊莫搁较久啦，安尼好不好？拜托啦，拜托啦，好啦，来开始啦。第五条，污水下水道使用会依下列规定收取：一、使用自来水之用户按每月用水量依汇率计收；二、使用其他水源之用户应装置水表，按水表所示之用水量依汇率计收。因特殊情况经下水道主管机关同意免装置水表者，以抽水机出水管径计算用水量，其计算标准如下：
瓜五一出水管径位达30公里，则用水量每月以50立方公尺计算；二出水管径30公里以上未达50公里，则用水量每月以200立方公尺计算；三出水管径50公里以上未达100公里，则用水量每月以800立方公尺计算；四出水管径100公里以上，则用水量每月以2500立方公尺计算。审查意见第五条照您制定第五条条文通过。好好，那个请两个陈议员，前面这个陈议员好了啦，啊，头前这个，来来，等一下，等咱讲。啊，感谢各位主席哦。啊，我请教咱那个处长哦，他现在的费率的计算啊，一立方公尺大概要说爱收偌济钱？哦，这个部分是不是甲各位说明一下？因为你内底遮拢无注明嘛，无啥。好，以上。汇率的计算会在下一条哈。那不过我们已经大概试算过哈，大概一立方会收5块钱左右。哦，就是咱的自来水一度啦哈，一度。哦，一立方就是自来水一度，哎。啊，就是算，甲水费征收一度算等于5块钱的对吗？哎，5块，哎对。哦，哎。好，你这个部分哦，你再注明一下，因为。唔知道到底你要收偌济钱啊？汇率的计算方式。哦，哎，好，差不多5块啦。好，了解。来，陈燕啊。好，谢谢。那个处长啊，请问你啦，阵啊讲那个一些事业单位啦，吼，他有装设自来水，啊，伊嘛是家己地下那自己的抽水，你免来查查，免来怎么计算？啊，所以刚才的条文里面有它有自来水的部分，当然就随自来水的用的度数来收。其他水源它必须要装水表，它假如没办法装水表，经我核定的话，会按照刚才这个条文里面它的管径大小来收取它的费用。哎，对。再另外再加收的对。对，加收。哎。好，陈议员，陈汉忠，出庭。啊，如果吼，如果讲啊，讲伊个自来水个水表，如果漏水啊，直直漏，你到时嘛是照安尼算啦，是不是安尼？啊，这个就是你伫遮哦，比如讲阿阮厝个啦，对，结果我的自来水的管线破裂啊，是啥？结果唔知嘛，来讲啊，唔是真大，佮慢慢啊漏，还是每趟伊个水直直漏个时阵，也是一样照这个收费吗？我们是按照它使用的度数嘛，哈。那其实万一自己家里漏，其实自来水是2个月一次收费嘛，哈。那其实我们应该有所警觉，说为什么这一次的收费会比较高嘛，哈？因为牵涉的自来水一度9块钱嘛，其实它远高于我这个5块钱了，哈。所以基本上我们自来水用户假如察觉到这一次的收费比较高，其实应该要跟自来水公司反映说，哎，是不是我的家户有漏水，还是外面有漏水，影响到我这个水表的一个度数嘛？我想这个住户应该有这种警觉啦。哎，不啦，不是啦，我知道你的意思，因为你未来你就是叫出来注意征收办法以后了嘛。对。啊，我现在要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县政府这边应该要。跟自来水公司的横向联系，哦，查讲啊，这户他的平常两个月的用水量有异常的时阵，我们这边要主动，自来水家主动去甲这个用户，哦，这个用户一定爱甲因通知的，啊，无伊也唔知啊，你白白了，因为即卖爱两种啊，一个就是废水的处理啊，再一个就是自来水的处理啊。哦，我是在这边建议你呢，就是说，县政府跟自来水公司，哦，跟污水这个处理，你们要横向去联系啊。如果有异常的时候，因为用户为伊唔知啊，从这个部分，恁来横向联系一定爱好咯，安尼才袂造成啊真济。哦，你即马像咱宜兰关头啊，真济老旧住宅的这个水供啥，哦，流流啊，地当都济。可是因家是破空尔，唔是讲大量的出水，所以讲这未来会真济会争议啊。这个部分恁来去考量者。好，这个我们会提醒自来水公司。好，黄世锦议员请。
那个处长哈，您刚刚讲说那个家户用水的话是谁在征收嘛哈？是一度是5块钱，那我们一般家户用水大概多少钱？以我家为例了哈，以我家为例了哈，我家大概目前大概3个人了哈，2个月大概是60度左右了。所以2个月60度，我们2个月收一次费用，乘以5块钱，对，就300块，每个月是150块。是，好，那请问那个，假如说像你说其他水源，例如地下水，很多人抽地下水啊，你嘛不，我目前没有每一户都查到了哈，很多户用地下水，那这怎么算？然后你如果强制他装置，因为你还没有查，然后工厂那些是不是也改变？然后那个矿泉水相关的那个取样的那个公司如何去处理？我想这应该你后续要思考看看哈。然后以现况的话，会后再给我。以现况的话，你每2个月全线可以收多少钱？那90% 全部接管之后，你2个月可以多少钱？那给我们一下哈，谢谢。好，通过哈，继续。好，第六。等一下，暂停。计算标准呢？好，继续来。第六条，污水下水道使用费汇率公式如下：括弧联总营运成本元除以联总处理污水量，括弧立方公尺。前项使用费汇率由本府公告之调整时一同。第一项所称联总营运成本，包括下列各款之费用：一、操作维护费用。只维持污水下水道系统设施正常营运操作所需之一切费用，包括水资源回收中心、养水站、截流站及管线收集系统之操作、维护、保养、更新、清理水电、通讯、药品、检验等相关费用。二、业务费用，指管理单位办理业务及管理所需之费用。三、贷款利息，指贷款建设污水下水道系统设施每年因摊还之利息。是回馈金，指前年度回馈金实际支付之费用。无折旧费，指建设污水下水道系统设施因滥用年限每年因分摊之费用。六、地上刮胡下物补偿费，指建设污水下水道系统设施所需征收土地之补偿。地上刮胡下改良物及管线通过湿地应支付之费用。第一项所称联总处理污水量，系指水污染资源回收中心年度实际处理之总污水量审查意见。第六条，照您制定第六条条文通过。好，杨议员，我请问哈，主席了，主席，你今麦这省的这标准是讲现住是差不多50%的用户嘛？啊，以后的60%、70%、80%，甚至于100%的用户在用，啊，以后唔就讲，愈侪人用的时，是不是成本会愈低？是不是还佫调整？是不是会安呢？有这情形无？哦，你来倒。好了，陈议员，做一个哈，做一个答案。处理，今麦到底是几块？以我们目前处理的量了哈，宜兰系统大概是25,000吨，然后罗东大概是16,000吨，那我们算起来哈，它大概是5块钱左右了哈。那刚才像那个杨议员讲的啊，我可能达到目前大概50%嘛，我可能达到80%的时候，我的处理量变多了，可是我的维护成本或许不会跟我的处理量倍数成长了哈，所以或许未来可能会变4块钱，我们当然就会。这个条文里面就我们去公告啊，现在可能变4块钱。冇紧，好，安尼冇紧啦。那现在哦，就是安尼啦吼。费率如下，联总的成本是5块嘛吼、啊，总处理费前项使用费吼，应该不低于，不得高于5块钱，安得啊？啊，出去啦。这个是依照这个。啊，你那边调整不得高于5块，好，起码5块合理嘛。那下5块，啊，办的时不得高于5块，好不好？这个当然假设这样注记的话，变成不足的部分，我就要自己再编预算来补贴了。哎，对。不过阿里公越来成本应该会降低嘛，你都要讲是安尼啊，付出增加的时阵，阿里今嘛目前是5块嘛，所以讲5块啊，先甲扛落。那以后在调整的时候，不能高于5块钱，不能高于目前的汇率啦。对啊，目前的汇率就5块嘛。
是不是要定那个数字啦？对啊对啊，如果看定位嘛，不得高于目前的汇率啊。目前汇率啊，如果看啊，无啦。伊即啊，你来算是确定五块对啦，还未算出来，伊成本就是照拄只念即条安尼嘛，会较低啦嘿。啊，张明老张爷，迄个咱迄个才从主条咱第四条内底哦，特别分别定义事业用户跟一般用户，但是你汇率内底没有看到你们有分别啊，你无分别啊，啊你无你定这事业用户跟一般用户有啥物意义呢？好，第一点，需要讲好部分。搁第二点，伊讲，你所谓的、成本部分哦，你我知咱，可能客把这边是了咱管建行处理的嘛，客人是了弄 BO 案。那在这里面，你的那个周转物费也好，啊，贷款利息啊，折旧会是什么？这物件浮动真大嘞。到底因为他们的成本？跟我们大现在自己操作成本会有什么不一样？那影响到整个计算汇率不同啊。阿内新出来新，你客人客百姓，到现在收费不高啊呗。不同计算基础啊，你这举度啊，陈议员讲你无明定定一个规矩，定一个数据出来，啊，大家照那个游戏规则走。无你安尼，这个整个的空间太大了。哦，啊，我第一点我都要讲，事业用户、事业用户、教育部用户，你也不定义出来啊。跟张远说明了哈，虽然说两个系统是不一样，那基本上它的操作的流程其实都相当了哈。那当然有一个依然系统是我们管的嘛哈。假设罗东系统它的不管是它的操作维护过程，假设有价格有高于我的价格的话，当然我会质疑说它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会那么高嘛哈。就其实有相对监督的，我们当然会去监督他说你的成本为什么要这么高，我会去检视他不管是药品维护的这个费用哦有没有虚报还是浮报。我想本来同样的污水处理，我可以处理到放流水标准，他也是要处理到放流水标准，他为什么要比我贵？我想这个我们会站在监督的立场去审核他的整个他的维护成本或这些东西了哈。啊，建造成本当然就刚才议长谈到了，他一开始签约35年是用16块去算，哦，那变成这个16块，其中11块是中央补助给他的，县政府要出5块，那这个5块其实就是我们在算出来，大概是有这个5块钱，就是我们这一次要收的，哦，那目前是5块钱是我们编现款去补贴的。哦，所以假设这个过了以后，我大概就是差不多5块钱收入的话，那基本上县政府就不用额外再去编这笔经费了。处长，啊，你像讲迄吼，你请坐。你像讲迄个，这一般收费率啊，类似朝那个自来水这个方向，这能够去处理一摆，这我无意见。那问题就是讲，哎，台中真侪有营业的。啊，你知我意思吼？有营业甲非营业有工厂，啊，这数量多甲少，这差真多啊！啊，营业的甲非营业的，啊，这边啊算，你也是讲统一标准。我管你啥，你就是像主要处理甲用一多偌济，就是照安尼笑。啊，有这个，譬如讲营业的甲非营业的啊，工厂边啊算。基本上我们是用量来收费了哈，用量来收费，然后。像营业的或是非营业的工厂公司，它假设是事业废水这一块，它是大量用水的，它就必须要缴比较多钱嘛哈。那基本上进来的水污水就是在同一个处理系统里面去处理，哦，除非说它这个工厂或特殊的事业废水是我没办法处理的，当然它就自己要处理，哦，或许它这个没办法在我这个系统处理它的有毒物的话，那变成说我会破坏我的系统，基本上它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系统。那基本上我们会去审核它的排放污水的一个状况。哎，主席，这爱创何好安尼讲？我是给你提出的问题，就是讲，像你拄下讲安尼有毒物品，比如讲电池啦，就假设来讲啦吼，啊是迄个像讲即马做手机啊一挂像即个高科技遮，即种有毒的物件，伊给你细数啊，
我水该头全爱排落去，谁知？无人知啊！啊，接着恁那配合环保局讲，环保局去给甲定迄个一个迄个规范，吼！你这平时还袂落污水的时候，你就说生产偌济，啊！你当时啊去，你爱偌济？啊！你知？啊！无伊即马到时的是这物件全该洗漱的，全该透滴迄个污水下水道去，无人看呀！要倒看？现在都没啥当了，别说是用污水下水道这个系统给你处理了，这个处理你就说，我自来水从我头下去，对吧？你自来水那么烧，头下去好，我几杯不管，我用排放量，比如说我就50栋，我给你排100栋，我100栋要多少？要像你这个所谓标准，他绝对一排一栋就会好，还没排到100栋去，对不对？像这个你就要配合环保局一个规范，这工厂一个规范，你知道？你无啊，可能是后摆吼，这物件拢走到滴污水下水道去啦。绝对拢污水，伊若搁再搁地下处处理的时阵，排海底落去啊，啊，毋就毒到倒来家己。你鱼也食着，啥去捕着，啊，回头倒来毋是害着咱家己。所以这个你要去定个好，甲环保局啊去处理好，就是讲这个物件到底量偌济，吼，你要甲咱排偌济，啊，有毒的偌济，这环保局它有一定的。一定有一定的数字啦，数字一定有的啦。吼、哦，环保局伊本来就拢有，本一间工厂做啥，伊拢知啦。啊，这个要甲提出来看，好了无？我们对市卫水进到的系统，我们会很审慎的去审核啦，因为我们也怕说它排进来的东西会让我的系统当掉。好、哦，我想这个我们会很审慎的一个。当掉无要紧，就是讲你若排到海底去啊，即马佫流倒来。鱼啊，去食着，咱去买着，食着鱼啊，毋是家毒着家己。啊，这么狠毒啊！你着爱注意，我这意思是讲，你也去注意，你有排我见大家拢会使排，你要照安尼扣钱，我无意见。问题是讲，你伊这个数量，你着未排进前，你着爱去啊，表来甲做好甲看。你这方处理的，你保育处理的偌济？啊，你这嘛忽然间，你的数量来少去，啊少去着伊敢偷排啊？啊，暗讲要搭要看，要倒掠，着臭人家讲。管过几米，这大几几米也无通看的啦，好不好？好，这个我们会注意。哦，这个注意一下吼。好啦。我是感觉你那个有几个问题，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你的水表每一个住户。那个水表你要知，你一定要去征嘛。你若无征，你也没办法知道我住户到底有我使用我出了多少水量出去。虽然我自来水是吃偌济，但是我到底我的水是摕去外口压开压水摕去压出去。所以你如果用自来水的这个存量来跟人家谈那个自来水，谈那个水的一个出水量，应该是不相合理。所以每一户是应该要装表，按照。我搞的这个污水处理的，那是每一户都有装一个表，装一个表，它的水量到底流出去多少？第一个，你没有做那个动作是应该是有问题。第二个，下雨天的这个雨水到污水处理厂去，到了排水沟进去里面，或甚至淹水的时候，那个整个那个水管都是淹水的。按照你现在在最后你的第一项的第六条第一项称的时候。总处理量的这个水量的这个处理量的一个污水处理水啊，它已经混合下去，它整个都总量都在里面。如果它用那个总量倒过来算基这住户的这个费用，有一点不公平哦。这个也是很奇怪哦，因为那个水那个淹水啦、淹水啊，啊来注意的，一定要淹嘛，一定要去污水处理厂去。所以你要装表啊，你要有我的表，我的表如果有了，你就我就按照规定，我一度五块，我就五块三块三块，不然你用总量回归回来计算住户，那会将来会不公平，有的时候那个费用会很高，所以我想第一这个第二个，第三个你的汇率里面。到底有没有集聚？对吧？我现在自来水公司是有集聚哦，是有简单的集，像电那种集聚，你200多、300多，它就有集聚，越来费用越高。
那刚才我们的那个陈如山议员在讲的，那个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你的局际，你有局际，它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所以你这个条文里面，你的局际也没有列进去，那很多可能就有人会混水摸鱼，有污染性的东西就会经过水的一个使用，他就把它出去。但是你在自来水那一部分，你有没有控制？他如果经过自来水，那还是说用经过地下水，你管制不到啊，这个你管制不到。所以出水它一个表的量是有它的必要性的。第四个，这一个是家庭废水的污水处理的东西，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不可以跟事业废弃物混杂在一起的。所以你将来它的量如果突然间过大的时候，超过一般性的过大，那应该就有问题。啊，你们要怎么样控制？在这个条文里面，我都认为是应该都要有适当的一个，这一个定定，甚至于下去约束，他才会把这一个条例正常化。因为台湾人哦，台湾人真的很脑袋很厉害，他脑筋很厉害，他绝对有尽解方法，他去逃税啊，或者是去堵他你的法律的那个对他不利的地方，他马上就你上有政这利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马上就可以给你改变这样。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也这自治条例来对我就保温。我是看我稍微看一下，有一些你爱过公开清楚，但是现在你因为你有法规委员会已经通过了，来到第二读了，你现在要修正的内容也不好修正，因为第五个。你里面所有的讲到的业务费用、贷款利息、回馈金、折旧费、地上的补偿费，良心讲一句，你这个自治，你这个自治条例是要去收费，不是告诉我们这一些东西啊。你这些是属于比如折旧，属于那个公司你的器材你操作的那个。不处理那个公司一年到位代志啊，你到底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可以把那个责任算到我的头上来啊，因为你开始成本就计算下去了，你这样就别再给我省了。啊，你有机器损坏啊，你损坏也要来算我住户说，我这个修几千万，所以你在住户几千块，住户几个人啊出几万块啊，就来跟我叫我来跟你分担，怎么可能？啊，我住户怎么去跟你会？去那啊！你的管线，如果你的管线买的不大好，买了砂石地，将来被雨水有关系，你的管线脱裂脱开了以后，再去施工，按你那个成本也要算我住的吗？哦，我弄我来给省，我感觉我哪有那个能力他去住户哪有能力去分摊这样子所有你认为应该分摊的所有的东西。不可能，处理场无关系嘞。对了，啊你处理场无关。对了，你即嘛即你讲个第一条，所以就汇率你来，你伊家讲汇率就是你这物件拢爱算算落呀。啊，这边来算算，你这成本拢算你弯道啦。处理场的设施，你说明一下啦。跟沈议员说明哈，这里面并没有把建造成本放进来哈，所以不会发生刚才你担心的那件事情哈。那这个只是去摊提那个这个东西的折旧的汇率了哈。那再来就是说，我刚才从第一个问题回答你，就是说，住户为什么不用另外装一个表哈？另外装一个表，他必须要不管这个表是他要负担的还是用租金的哦。那基本上您担心的是可能我去做浇灌，那我想这个浇灌用的度数应该是非常少的了哦。相对于要他装一个表来负担这个专门去计算污水的量，我想这个应该成本上会比较大了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去计量，那就是他用了多少自来水度数，我来收多少钱。那再来就是说刚才你担心的雨水的部分，可能台风天或好雨天，它可能我下游端会借由这个管道我的最末端的这个处理总量，那处理总量是在分母了哈，越大变成说这个5块钱可能变4块钱了哈，
所以其实我们会把这个比较极端的啊，像台风天还是好大雨，我这个处理量暴增的这个去扣除掉，那我可能是用平均的一个处理量来去计算这个费用的哈，所以你担心的这个不会发生了哈，因为算起来会五块钱会可能会变4.5或是更低了哈，因为变成父母嘛，父母越大它的价格就会越小，那基本上我想这个刚才讲的事业会所有什么不急剧去处理了哈，那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说你用水越多当然是用五块钱基本来跟你收取了哈，那我想目前其实要不要定期去其实当然是可以考量了，不过我是觉得说可能就是让它简单，那其他我们有参考各个县市的订定，它其实它没有针对这个收费来做一个急剧的一个订定，那你至于刚才讲的说有一些比较不合理还是说未来是不是要朝急剧，那其实可以在我的另外的下水道的一个污水自治条例里面去修正说，因为这只是一个收费办法啊，收费的一个自治条例，就是说它基本要怎么收，那它的费率怎么算哦，那至于我们要不要事业会所要不要进来，甚至说它要不要分期去来收，那或许可以在另外一个自治条例里面去做修正了。以上，处长，你如果是这样子讲，那你在第五条你就不必去定这一所标什么标准啊，你出水管的口径你就不要定了啊，对不对？你跟沈议员说明了哈，因为我现在都是在都市范围内的一个用户接管，那非都的部分甚至工业区并不会进到我这边了哈，那所以所谓的事业废水其实并不那么多了哈，那变成说或许只是一些洗衣厂啦、啊，或是一些公司行号，它可能有一些比较大量的被定义为事业废水的部分会进来。那当然我们不要去漏掉这一块了哈，或许它也进到我这个系统，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事业废水的一部分，还有一般用户的一个部分。我现在理事请坐了，现在不是事业废弃物的问题了，是你现在是说用自来水的水来用多少，然后自来水用多少你就用那个汇率来算嘛，几多就来算几多嘛，但是你第五条你自己再说嘛，我这是回头再说的啊，你更贵啊，不过要说你这个关联每一个都连在一起，你自己说如果出水的水管的是有30公里的啊，有30几到50公里，那你又定这样子，你就说我用自来水的水吃多少我就出去多少，你在里面都很清楚这样子定就好啊，至于说有公司行号要不要进来那是其次问题，但是有一个情形会出现说，如果有人有住户抽地下水，我自来水我没用我抽地下水，那个人在都市里面某些人存在啊，当然也有在管制说不可以抽地下水，但是良心说了，这偷跑的太多了，我们姑且不去管这一件事，只是说你既然要用出水这样子出去，要用这样子，那你又要定一个口径一个口径的水，那要干什么？定这个水，定这个口径就成为兜椅的啊。没有丢什么点啊？水跟没关系啦。跟沈议员补充了哈，就是我们担心说他用的不是真正不是全部是自来水的水源嘛哈，他有额外的水源假设他是合理的了哈。那基本上这些非自来水还是会到我的系统里面来，我当然就要收费嘛齁，一来我也希望说非自来水水源也要装表，那假设他真的没办法装表，那我就用他的管径来去收费，所以有刚才第五条的依照管径大小来计算这个量，那当然就是用马达跟那个抽那个管径的那个大小来核算嘛齁，那基本上针对这些没有全部是用自来水的用户，我们在接管的时候我们会了解说他基本上从事这个行业他排出来的废水跟我接到的这个废水有没有相当嘛，我想这个可以来做一个核对跟比对啦。对啦，你在讲的这个部分良心讲，我们在是说你的话有的定的不是文字看起来不是，有的不是让人家感觉到很实际
很实际的问题，是你懂，但是我们这一个民众的时候，这个条例给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认为我们好像有受到欺侮的感觉啊，你懂意思吗？我的看法是大概这样，所以你说有水有其他水源，你照正常你在法条里面应该要定啊，政府应该是政府有核定核准的水源啊，你不能够其他水源啊。啊、我随便引水进来就从这样做出去可以吗？就像这个陈立言讲的，其他的污水进来啊套套处理啊，你又没有表，你要装一个什么表？你变成说你的地下水也是你们管制的，地下水一定要经你的核准，核准的地下水在你这里面就要很明确要定出来说，这个有经过核准，这一个抽地下水或者水其他水源的有核准的这个水源。你才有办法继续算啊，你才控制得住啊，不然你的水源到处来啊，你说我要怎么弄？你要很明，其实要明确，要核定核准的。那个谢谢沈议员的提醒了、我觉得沈议员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说经过核定的一个合法水权的部分哦，才会进来嘛哈、哦，非法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对，非法如果我已经封他了，我就会封他了，基本上他不会存在了啊，对啊，你要取缔啊。所以我是认为你的条文里面是没有把这些都纳到里面，有一点点感觉到，将来在执行上，就有很多漏洞了。以上啊，谢谢。好，谢谢哦。五块要下不？五块是应该下落的。好，这样好不好？就是在第六条的第二项啊，调整时一同加一个氮每立方公尺，均不得超过5元。啊，到点了，只好改用好者，安尼使无？出掉安尼啊？就是第二项啊，都加安尼。哎，出掉安尼使无？会使啦吼。好，到点了，只好恁该用好了，好不？好，好来，好，第六条，第七条开始啦。好，第七条，用户之用水来源。啊、好啊啦，第六条好啊啦。三位。目前在接管都会有些会用到私有的空地，或是说家户愿意牺牲从他的后面穿到前面去。那假设他都是为了公共系统的关系，我们都会发予补偿费。这补偿费是依照他的管线的长度跟他使用的面积来做核算。哎。没有。做好了都已经发了，都发了，只要用到私有人家的私人土地，对，都已经发了，我只要完成我就发，哎，对。好，继续来。好，第七条，用户之用水来源或用户种类变更，当月份使用原水源或用户种类日数在15日以上，则按原收费方式计收；未满15日，则按新水源或用户种类之收费方式计收。审查意见第七条，照您制定第七条条文通过。好，继续通过。第八条，使用会应由管理单位收取以自来水为水源，则其使用会得委托自来水事业机构并同自来水会收取之并给付代收费用。同时使用自来水及非自来水两种水源，则分别计收。审查意见第八条，照您制定第八条条文通过。好，通过了啊，继续。第九条，用户对征收之使用会有异议，则应于缴会截止日之次日起3个月内向管理单位申请复查。复查结果如已言征收数额不符，其差额并入下期使用会内抵缴或追补。审查意见第九条，照您制定第九条条文通过。好，通过好，继续。第十条，用户不依本自治条例缴纳使用会，则依下水道法第27条规定办理。审查意见第十条，照您制定第十条。第十条条文通过。好，通过，继续。第十一条，本自治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审查意见，本自治条例自中华民国106年1月1日施行。好，美女开戏了，好不好？好，安尼，安尼接着就完成了。好，还有附带意见。为设置用户排水设备并完成与下水道连接使用，经县政府通知限期，接管人不接则依下水道法相关规定办理。好，
附带决议了哈。附带议，对。好。第二条有啊，第二条有啊。好，就这样照这样修正哈，来二读通过了哈。好，继续下一个字，下一个。政治第十八之零一零号，修正宜兰县传统公墓管理自治条例部分条文，继续请参阅审条文对照表。好啊，来，练习了。头修正的就好啦，嘿。好，好。要不要总说明一下？那个主办机关、主办单位啊，总体你先说明一下。好，好，徐大人。好，谢谢议长哈。这个修正的条文是依据那个殡葬管理条例及殡葬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修订之后相关的条次，我们配合做的修订。那另外还有一个修正的重点是我们定了在第十条修正是我们新增了一个那个。公墓修缮私有树林的公墓树林蒙啊修缮的申请书哈，修缮申请书我们之前是有找各乡镇公所一起来讨论，把那个格式定完之后才放到这次的那个条例里面。那这个申请书也是经过各乡镇市公所的认可哈，他们也认为这样子申请书的格式上他们也方便来执行。那我们直接把它放在第十条前项申请书格式由本府定之，那这是这次的两个修正重点。好，来审查条文了，开始了。好，您修正条文第一条，为管理宜兰县传统公墓，依殡葬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九条及第三十二条规定制定本自治条例。审查意见，第一条照您之修正第一条条文通过。好，通过继续。好，第二条至第五条未修正。第六条，乡镇市主管机关于受理公墓内之坟墓棺旧尸体或骨灰刮胡骸取节证明时，应要求申请人或墓主切结于取节后清运废弃物，并将墓基整平归还。未执行前项确决事宜，乡镇市主管机关应向申请人或墓主收取保证金后，使核发取节证明，保证金与确决事宜办理完竣后，申请退回。如申请人或墓主未依切结内容将墓基整平归还时，以保证金扣抵之。保证金收取办法由乡镇市主管机关于自治法规中定之。第一项切结书格式由本府定之。审查意见，第六条照您修正第六条条文通过。好，黄远，你那个清运废弃物有没有末端的处置位置给他们？哦，不，你那个定定一个没有末端处置位置，啊，以为都会都去，有没有？说明一下。那个，主席啊。议员哦，这里跟议员说明一下，因为其实这个条例已经是之前已经公所都施行很久了，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应该他们公所这方面的处理应该都是比较没有问题。议长，哎，施行很久就是没有末端处置的地方，我才会问嘛，对不？你甲定一个条例底下真好，大家嘛要甲你遵守啦，啊，但是呢？你要叫我倒去倒去，要提去太空去哦、喔，哎呀、啊，啊是要坟落雷，还要放，要放倒，没有啊，啊没有，你叫他拿去哪里？啊提去乱倒，啊乱倒，你要给我发，这个等于是整体的一个配套呀。好啦，都今天会去嘛，来依相关规定啊。哦，好了好了，继续了。好，第七条未修正。第八条违反第四条目击。等一下啦。好。伊即马讲的也没有答案呐、啊。你讲恁家要甲清理掉，废弃物清理掉，而且唔管怎样，你要叫人坑伊倒去？
每个乡镇市公所，我这块所长有那个痛啊。公务每次都有评比啊，啊，遐清清一个也未提查，要倒倒去。对啦，啊，大家拢要甲，大些市场嘛要甲做好。依据废弃物处理办法为处理啦。对啦，相关规定安尼就是当然啦。我咧，处长你买个答一个，啊，你家己就唔知要倒去倒去啊。黄议员这边关心的是那个流墨的管理啦，哈，嘿。那我想，就依照那个现有的相关规定哦，那个废弃物清理法来处理。嘿，好。好，第七条未修正，第八条违反第四条墓基面积或墓顶高度规定，则依殡葬管理条例第76条或第77条处罚。前项锁定罚款金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则移送行政执行处强制执行。审查意见第八条，照您修正第八条条文通过。好，好，说明一下，条次的修正权了。是，那个原先第57条，后来修正为76条，它是指面积超大哈，超过我们的那个规定的话，要裁罚6至30万。那原来的第58条经过修订改为条次77哈，这个是指那个超高超过1米5，那超高的话必须裁罚10到50万以上。只有条次修订，内容完全没变。好，陈燕。朱弟，我看你这个条文应该就是在限缩那个墓地的那个面积嘛，对哦，就是无就是袂使做超过嘛，做超过就要罚啦。啊，伊这是不是针对这个雄宗啊，就是土葬的部分，是不是？那之前那个处长，我跟您建议的那个部分，你没有再纳入那个检讨的范围嘛？就是开放那个家族的啊，你让伊会当，你若要限制讲一门会当做偌大、做偌悬，你规期让家族啊去做一个那个墓园的话，吼、哦，伊可能一个墓园内就通放较不哩济个即先人的骨骸啊嘛。啊，为什么这部分你不爱去检讨？那个议员，那天你在单位咨询有建议，那个我们要另外再函请中央来修订那个殡葬管理条例。要从那个母房那边去修，修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再放到我们的这个自治条例再修订。对，因为那个是中央规定是家族墓，就是不允许起绝再葬嘛。哎，是。那等一下吧。那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一条里面，你现在讲的这样子，我感觉到有一个问题啊。你说我违反了。啊，你就要违反第四条，你就要跟我送到一强制执行，哇，立刻强制执行，啊，我要不要恢复到你的第四条的规定来？你里面没有讲到啊，你搞花眼料，我你给我10平方，我改做50平方做嘞，你搞花30万，好啊，我钱多的是啊，我30万给你啊，你立马免移送法办啊，我30万都合理啊，那要不要回到16，还是我就可以30？我就可以50就继续用，因为你的条文这一段没有写进去耶。还是说你们要用公墓管理条例回到母法里面？公墓管理条例里面，公墓管理条例里面也没有讲到这一段啊，对不对？那你可以说明一下吗？要不要恢复原？要不要恢复到你的第四条的规定的内容里面？要不要？哦，啊，钱给你，哎，你的钱我都给你啊，哎，科长你讲。钱不要紧啦，钱无问题啦，地花用就好了。主席，那个跟议员报告哈，这一部分哦，因为我们殡葬条例是只有针对这个做一个法则，并没有说后续的一个限期改善。对嘛，你现在定就你做嘛，所以现在定了就你做啊，你做下来，你不要这样。所以你现在就没你自治条例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补因地制宜嘛。或者法律没有规定到，我们给他再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条文或者文字，让人家不要膨胀嘛。啊，不我都我都弯刀钱这一条，我都要讲过，弯刀钱的六块块我爸买嘛，我给嘛。那，
公墓围这样子可以用人用我爸平拢给你围来弄弯刀围啦，啊，可以吗？啊，啊，你这个条例你没有定这一个部分，没有，不是，公墓管理条例本母法里面本来就没有规定这个啦。啊，你既然要定，你就要来啊，你就要有约束啊，啊，没有大家打马虎眼可以吗？你也不能啊。啊，你无恢复，啊，无恢复是不是？啊，就各规片，我是无了解啊。我只是认为你处分了以后，没有做一个约束。啊，我问，我都该讲，我五十平用落，一百平我用落。啊，我以后你要缴十三十万，我缴给你以后，我一百平就用。那有时候有的，有的人，当然的人，有的人比较会去侵占别人。反正就公墓，我都来拢来碰碰碰碰掉，啊，我都嘞。我印象中，迄、个爱处理爱拆地，迄个规定嘞，我印象就有嘞，那公墓，迄无法内底就敢那有嘞。那个主席，那个是烂账，烂账才有，就是嘿在乱。然后你现在公墓，你现在公墓也规定啦、啊就是，在不是在合法的公墓里面、欸。你们现在公墓也有规定嘞。拿起来不能再种下去呢。我哎呀啦，新闻我这边讲改回啦，真正卖了啦，卖就是假的，讲就是爱恢复原状，无恢复原状都。好啊，阿伯对，没关系啊。如果按照我的想法哈，我讲出来了，你想解决。行政单位，如果你在定法律是用这样子定，这么大一个漏洞在那里。那我当然支持你这么大的漏洞啊！以后你不要来找基民还，你卖来找遐私用，大家人拢会死人，我卖死啊！我卖去用着，有的土葬我卖用，尸骨我卖用着，我给你卖用会着。哦，你若安尼，我是给行政单位跟你提醒，你这样子定的法律，会让人家看，会让人家乡镇公所摸不到头绪，甚至于我们还了解。就变让那个公墓的管理人员，我跟你讲，如果他是一个有需要检讨的一个那种思维的话，他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漏洞啊，就当他有享受到漏洞的机会。马建，你该用五十平嘛？马建，钱花花的，我这个我只是善意提醒你的行政单位，要定一个修一个法，你要前后秩序都要去想好。这一个，人家说恶法也是法嘛，对不？不正义也不正义，但是它还是法，因为通过嘛。我常常跟龙田水利会指之通则就是这样子嘛，它是不正义的，但是它也是合法，我们也没有办法。它就太上皇的一个法啊，你现在也是一样，你这也就搞成这样子，我是替你烦恼啊。以后这个漏洞一出去的时候。我希望是不要加这个条文字了哈，主席，我希望不要把这个文字，我现在跟你讲清楚了，也网络网站大家都听得到我讲这一段话，大家就可以好好去享受这样子。宜兰县政府定这个法律，要让我们好好来享受使用这一块土公家土地的范围，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的里面的讲，你的这个条文里面对私有土地的。现在是有土地的生烂账烂钢的这个部分，你们认为说将来可以让它有机会扩大使用啊？公也让它核准使用，这个都不可以的呢。我是不爱啊，我讲不爱，我如果有漏洞，我该提醒啊。好不好啊？提醒我卖咖喱皮啊！但是我要再讲第二个私募的问题嘛，坟墓设置条例管理条例来的。本来就不可以葬在你的私有土地上嘛，啊！你现在说可以用个切结书，让乡镇公所可以去核准他私有土地的使用，这个也非常好嘛，我在这里也都支持嘛，我拢给支持，这将来都是法律。但是我嘛希望讲，乡镇公所在执行的时候，你们把这个通则，把这个条文的内容跟他们讲清楚，这个宜兰县政府的自治条例已经都开放了，卖乡镇公所要出版人员。抓到鸡毛当令箭，那狗告那鬼也蒙阿别修，修嘛别修。现在我发现这两条真的太好了，我也感谢你们，宜兰县政府有担当，非常好。啊，主席也都，议长也这样子讲，
我把它讲出来以后，让大家知道，你们不要再限制，整个条文就可以通过了，没问题。以上，谢谢。够了哈。我也没问题了。好，谢谢。好，第九条未修正，第十条依殡葬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办理私人坟墓之修缮，应向坟墓所在地乡镇市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前项申请格式由本府定之。我再讲一下吧。那这个属于土地核定给他修缮，我在这里跟县政府特别再提醒一下，乡镇公所千万不要去刁难人家哦，不要说哎我不准哦，就自治条例下去是可以一定准，人家要修缮你一定要准，然后我又在原地修正的话，如果说拿起来再修正，他在四四周周的这一个墓碑四周转动。来尼亚，咱台湾人拢有来尼亚。你这个周边打，坟墓往外边的给你，我都来尼是当兵。明年后年我收的时可能我西兵。你也要准人家呢。现在乡镇公所上次不准呢，不准了、哦，他不准。拿起来以后，你还是站在原来的地方。墓碑本来到东边，现在放西边，不可以，不准。不要刁难哦，我先跟你说、哦。乡镇公所是这样子在刁难。那一些咱的乡亲嘞，咱的子，伊也欢喜的，伊也该欢喜，迄个人会使准嘞，会使准嘞，哦，都就可以准嘞。他说，你是在原地只是方向搞一下。但是宜兰县政府这一部分已经有解释过，在这个区块里面是 OK。那我也是跟你特别提醒一下，这个对人民有利的，我都支持，所以。希望你们乡镇公所千万不要刁难，这个比较重要。以上，谢谢。好，好，好，督导了啊。好，好，通过继续。好，继续第十一条未修正，第十二条未修正。好，谢谢哦。那我们这个案子就这样来，好，通过了啊。二组通过。好，另外一个案子来继续。好，政治第十八之零一十一号案，修正宜兰县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继续请参阅条文对照表。来，相关单位来列席来。要不要让他转头说明一下？不用啦，看你看练来练啦，没空啊。不用，我也不够项目啊。说明一下啦。啊，没空啊，你们来啦。好了，那条文哪？修正就练来了。您修正条文法规名称总则第一条未修正，然后第二条本自治条例所称主管机关为本府，执行机关为本府所属各目的事业主管单位括弧机关，前项执行机关不明时，应报请主管机关核定，涉及中央主管机关权限者，应报请行政院依程序指定之。审查意见第二条照您修正第二条条文通过。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不爱啊、所以现在就要报行政院了，行政院现在真大都几过了啦。好啦通过了，继续第三条删除审查意见第三条照您修正第三条条文通过。好，通过继续。好，第二章第四条，企业经营者应予提供消费关系之场所（括弧下称消费场所）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前项消费场所系向本县辖内各级政府机关申请租借者，企业经营者应予申请时提出已投保之证明文件，执行机关对所主管之消费场所进行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签证或核发许可证照及相关业务检查时，应一并查核该消费场所有无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企业经营者应定期将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证明文件送主管机关备查，变更保险内容时一同。第一项应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之消费场所种类、范围及其最低投保金额等事项，由本府公告之公共意外责任保险契约之受益人为消费场所之消费者及或其继承人。审查意见第四条照您修正第四条条文通过，另附带意见。
仅县政府检讨修正100年8月3日公告之宜兰县因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保险之消费场所及最低投保金额，并酌以调高各项最低投保金额。因为吼，伊迄个吼，早起迄个小组是有不哩详细讨论啦，就讲伊迄是一案哦，一案就上加了，要去小一案哦。按1500万啊啦，像八仙的发生遐侪人来讲，100个尔，一人才分15000块尔。所以咱要求县政府爱去迄个调整，爱去重新去处理迄个公告啦，迄个规定啦，吼、哦、就爱提悬就对啦，嘿是安尼啦，附带怪伊是安尼啦。我甲你讲者，好无？我是感觉你这条内底有一个消费场所里面。你的消费场所指的是内外多少范围里面，也是属于它的里面，这个你好像要特别要去提吧。里面你后面有没有讲到这段？就是说你的公共场所，消费者来的你的环境里面，在多少环境，那里等于说你的环境内底，偌济公共内底，那你因为你讲到场所，它场所一定有一个啊说明的场所，比如2公尺，或者它停车场，或者它路边的停车的位置在哪个位置，这个范围，这个公共安全的一个都是属于它要规范的范围。那你既然你要定，你就必须要说清楚，啊，不然我有一个就是说，像你那职业的那个工作的人在。想要去买东西去上班的途中，那如果我要到甲的这一间去，我的心里想说我要到甲里面去工作，我在半途受到伤害，我可能也说就像职业伤害一样，我就算那个。所以你基本上要为一个范围，比如1公尺，这个长度的1公尺左右，或者2公尺，它就还有它的停车场，都是属于公共安全里面的范围里面，你们是附带要去说明，在负责里面要说第一个，第二个。你公共场所里面，他的公共场所，你是指定是使用执照的范围里面，你是用使用执照来讲，或者是说他如果有违章使用的土地的范围，都也是属于他的公共场所领域里面，这个你也要适当的一个说明，或者他如果有违规违章的范围里面，或者不应该有的建筑物。在他的消费的场域里面，那多东西几的，他可能将来逃避责任的一个情形，要配合我们外环的，也许违章啊，政府不会，那会有也是场域上会有一些争议。以上，谢谢。好了哈、哦，好了哈、哦，要不要说明？那说明好了，要不要说一下那个两个场域啊？多谢。多谢李总。哎，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有关沈议员所提出的建议哦，咱伫第4项这个部分，咱有一个讲投保公共意外险的消费场所的种类范围跟最低投保金额会由本府公告知嘛吼。啊，对啊，因为早起伫审修组伫审的时阵，有讲附带决议讲要求阮去修正这个部分，阮会把这个拄啊讲迄纳进去里面，包括金额，包括它的范围，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里面这个附表在县政府公告100年公告的那个附表里面，有场所的类别的定义跟它规范的项目，它所对应到的相关的执行单位。一雄，朱队长，这里没有授权给你呢，你这第4条里面没有授权给你哦。目前里面你啊，那你照正常应该是在随着你的条文的必要性的时候，就定在那一个定在下面的第几项下面才对啊？怎么会跑到别的条文里面去讲到这个案？好奇怪啊！派者甲新闻完报告，第5项内底，咱有提供着第一项应投保的消费场所的种类范围跟投保金额，由本府公告之。那个公告，我们100年公告的部分可能有些不足，所以说再次这一次修正之后，我们会再另行公告。包括它的场所的类别的定义，使用项目对应的执行机关要投保的金额多少？大概？那你现在公告有没有一起出来给我们看？这个我要授权官盖去。有一些要提我了。我了，我对了，我知道，我就跟你讲，我想，科长是一个法律人，应该很清楚。
有一些的法律是要用母法去把它定住定出来的，有一些才是用公告，有一就是说你比较通则的部分，就是说比较细的部分，才去定一些公告，告诉哦，我这一起按那按那按着走，你不可以把你的主责的东西也爬到然后到外面去公告，那我们省的条文要请省什么？那你就干脆你的消费的这个条文就举一句话就好了。第二条开始，第二条主管机关过后，你都弄个下，拢有编务公告，安都好啊，像你农民店啊，你母法，你也母，你这个是母法，你的母法本身，你一定爱好咱，爱改一些较重要的范围，爱定个条条，像呢，你唔知我都开始发挥，啊，你不该定，用我来处理，好像有点怪怪的。以上啊，谢谢啊。好，谢谢啊。啊，你要注意一下啦，你修正一下，注意一下哈。好，来继续。好，第五条删除审查意见。第五条照您修正第五条条文通过。好，通过好，继续。第六条删除审查意见。第六条照您修正第六条条文通过。好，通过继续。第七条删除审查意见，照您修正第七条条文通过。好，通过继续。第八条删除审查意见。第八条照您修正第八条条文通过。好，通过继续。好，第九条未修正，第十条未修正，第十一条未修正，然后第十二条未修正，第十三条本府应于年度开始前会诊各执行机关所提消费者保护执行事项，拟定本县年度消费者保护方案，呈报行政院核定后据以执行。前项年度消费者保护方案之执行，由各执行机关予以内管审查意见。第十三条照您修正第十三条条文通过。好，机关变了啊，好通过啊，继续。第十四条未修正。第十五条，执行机关或消费者保护官处理消费争议案件，发现企业经营者有下列不当销售行为时，得移请公平交易委员会处理：一、企业经营者为访问交易时，以提供无偿服务、检查赠品等为名行销售商品或服务之时，则二、企业经营者所为行为言辞或广告，使消费者误信为政府机关或公益团体或其他企业经营者之人员而与其为交易行为，则三、企业经营者所为行为言辞或广告，使消费者误信有购入、设置或利用商品或服务之法令上义务，或其已取得政府机关或公益团体或其他企业经营者之许可、认可、授权、推荐而与其为交易行为，则是企业经营者涉嫌有足以影响交易秩序之欺罔行为，刊登不实广告或引人错误之表示，则审查意见。第十五条照您修正第十五条条文通过。有个机关，还有那个文字的修正了，了哈。好了哈，好，通过继续。第十六条未修正。好，第十七条，执行机关或消费者保护官在本县辖区外对企业经营者进行调查时，应会同该主管机关或消费者保护官协助处理。审查意见第十七条照您修正第十七条条文通过。好，都该应了。好，第十八条未修正。第五章第十九条，消费者与企业经营者因商品或服务发生消费争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消费者得向本府消费者服务中心申诉：一、企业经营者之营业所或事务所所在地在本县；则二、企业之订立地或旅行地在本县；则三、侵权行为之行为地或结果地在本县；则四、户籍地在本县；则审查意见第十九条照您修正第十九条条文通过。好，增加了，增加讲户籍地咱家拢会使了哈，说明一下，方便啦。说明一下为什么增加这个？就是哦，大家方便，你涉及你咱家就咱家就在处理啊，方便啦，让咱涉及你咱家人方便啦。免税啊，外国企业呢？外国企业未使啊？外国企业都未使啊？不
来来，盖水的，来处长。机关啦，你咱家都拢爱，会当咱家都爱受。处长，盖水者。哎、欸，感谢主席吼、哦，关于着委员你所提供的这个意见吼、哦，就是讲户籍地这个部分，其实阮本来都照安尼滴走啊，只是说把它诉诸于文字，譬如讲假设咱的消费者在台北发生了消费纠纷的时候。他可以来我们这边，回来宜兰我们这边向我们消保官提出申诉也可以啊。其实本来咱都叫这种积极工，甲诉诸于文字，甲确定安尼。好啦，吼，通过。诶，报告一下，剩一数啊，尔咯，就审务结束了，好不好？拜托啊。好啦，继续。好，第二十条未修正。第二十一条，执行机关处理消费者申诉案件。应依下列程序办理，并付之本府消费者服务中心及申诉人。依申诉案件归属其主管业务，则应入案。无改变啦，无改变啦，无改变，就改第一项这样啦。好，那就修正第一项的那个，并付之本府消费者服务中心及申诉人。啊，审查意见第二十一条，照您修正第二十一条条文通过。好，无意见啦，好，通过继续。好，第二十二条修正文字部分，在第二款的地方有，如需了解其案情则，本来是事实和过程了、啊。还有第四款，申诉案件经消费者保护官调处达成协议时，应当场制作调处成立记录，交付两照；处理无共识时，亦应制作调处不成立记录，交付两照，并告知申诉人得向本府消费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进向法院提起消费诉讼。审查意见第二十二条，照您修正第二十二条条文通过。好，黄议员，你那个修正到不成立的记录，那记录的内容有没有？是没有，还是只有写这样子而已？好，处长说明。哎，会有记录，不管是调处成立或不成立，都会有记录。好像不对啊。你这样修正，你原来的要有记录，就是整个的过程。那你现在修正之后是不能没有不能有记录哎。两照双方意见不一，调解不成立，这样子而已。诉讼的绩效保官调、哎，你再说明一下。处理无共识时，做调处不成立的记录要交付两照。对啦，不然有承认无承认，拢爱甲咱调解会同款啦。好，通过啦吼，继续。好，第二十三条未修正。还有第六章罚则第二十四条，企业经营者违反第四条第一项及第三项规定，经执行机关命其改正而借其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并再次命其改正借其仍未改正者，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并命其停止营业。审查意见第二十四条，照您修正第二十四条条文通过。好，黄远，这一条停止营业哈，说得很不清楚。你现在是依无投保抓到的时阵，他停止营业是停止一年或是十年，不说不清楚，或是一个月。然后他如果在停止期间之内，已经有投保啊，是马上恢复，还是要经过多久才恢复？没有说得很清楚，啊，请业务单位说明一下。好，说明。哎，多谢李定哦。都想委员的指导，那起码这类保分大概操作上来讲，会说有请他改正嘛？他不改正的时候，会给他罚款。罚款如果在未改正的时候，我们可以命其停止营业。啊，停止营业，如果说他停止之后，他去又投保了，我们当然是恢复他营业。啊，当我伫做处分时的时阵，会顶头写较清楚的，以上。让他清楚。依照相关的法令，也有对应相关的执行单位。譬如讲讲这个单位是搭谁的管的？这样我听不清楚。哦，行为者伊若无保险，停止营业，都要偌久？写较明确者，不用停止一个月，也是讲伊伫第二天伊就去打保啊，打保后
伊马上打补，你马上搞恢复营业，是不是安尼？都写得不清楚啊。一般来讲，我们会在处分书上面，好，因为你这下个案不一样。如果说你把它定到法里面的话，到时候会没有弹性处理。如果说我们在处分书它不改善，我们给它停业、停止营业多久？还有这些弹性空间，你这边可以把它列进去啊。停止营业到投保有投保为止日止，好了吗？那很明确啊，就是讲你给他停止营业，就是我无。对吧？到改善完成之后，就让他恢复营业。你给他讲，你啊，我第二天我就给你投保啊，啊，我投保后你就已经改善完成了嘛，你就要给他恢复营业了、啊。所以讲，你这个停止营业的日期很不明确啊。这个是年龄相关法令规定啦、啊。大家嘛，相关法令规定，安就免信嘛，拢守法令就好啊。大家拢以相关法令规定来办安就好啊。无，就是针对讲甲停止营业的，伊嘛照咱的规定来啊，啊，咱就会使应用相关的规定，予伊恢复营业，应该是。啊，相关规定是啥物啊？大家嘛，相关规定，啊，既然甲要定，你就甲定好。啊，无变阿少你讲啊。我讲一下好吧，我都在跟你讲啊。孙毅，好吧，我跟你讲一下。我对着黄议员你讲诶，你消保官本身呐、啊，消保官本身没有停止营业的处分的权利哦。消保官没有这个权利啊，他的权利不在消保官的停止营业的，所以你这个后面还没完。停止营业后面还要有文字，因为那个消保官本身，每个我跟你跟我说，消保官本身他的作为是在调处解决纷争，他的职责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至于说未来有那个争议的时候，他是给调解委员会去处理。你现在消保官，你要用处分的一处分书出去，请问你的处分的依据的条文，这个有瑕疵，好吧？你说明一下好了。你这甲大会报告吼，咱迄执行机关不是指消保官，执行机关是伫咱的，咱本来都公告的时候有各个场所类别啊，比如讲家属。在消费娱乐消费场所的执行机关是公旅处，公旅处他去检查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相关投保，公旅处可以依照这个法令去给他最终可以到停止营业嘛？啊，停止营业在处分书上面他就会记载说，等到说你恢复该投保的金额的时候，就可以再继续营业。还得执行机关不是消保官，是各个业务相关的单位，譬如讲有文化局、有教育处、有工理处、有卫生局等等以上。那我又要不好意思，我又回头要跟你讲，那你回头第二条的时候啊，这个事业机关你各事业机关哦，你这里要有定哦，这 OK 的，你就是说，本自治条例所称之主管机关为编府，执行机关为编府所属各目的事业主管单位，对你这个地方有定，这样是 OK 的，可以，谢谢。好了，没意见了。第二十五条删除审查意见第二十五条，照您修正第二十五条条文通过。好，通过，继续。第二十六条，企业经营者规避、妨碍或拒绝执行机关依本自治条例行使职权，则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审查意见第二十六条，照您修正第二十六条条文通过。好，通过，继续。第二十七条未修正。第二十八条，未依本自治条例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之企业经营者，应自本自治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补正，未补正者，依第二十四条规定处分之。审查意见第二十八条，照您修正第二十八条条文通过。好，沈立言，处长，你定了28条，这一个28条像落日条款的意思啦，有点落日条款的意思。你在这落日条款里面，你抽3个月来处理，那
这三个月里面，如果发生有发生这个消保这个场域啊发生问题的时候，啊，他我就没有投保，你们有没有什么补救方式？就因为你这条是一个落日条款，其实实行了以后，这个落日条款就没有了，就不用三个月以后这一条就其实就没有用了。那这三个月里面，你们的想法要怎么处理？好，请每个人你说明了。感谢新议员的意见吼，咱这个宜兰县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是伫1994年5月7日就公布施行啦吼，啊，伊这个这条28条是做文字修正，并没有涉及到说三个月内，因为三个月内那个没有去做修正，那个是当初94年定的时候的三个月内，现在已经不会有那个问题了，是吗？每个场域都有了，是不是？好了，好，通过继续。第七章负责第29条本那个未修正，好。好，这个案子都好了吗？好，这个案子都就这样二读通过。那现在我们来马上进行三读。好，现在我们来进行三读哈。政治第18-09号制定宜兰县污水下水道使用会征收自治条例三读，照二读会决议通过。没意见了，没意见了。好，三读通过。不要讲，要讲这呀，不要讲了。我们讲，不要去呀。啊！好，政治。啊！啊啦啦啦啦啦！我讲不贵哦。我讲是我遵守。好好，三通过哈。好好好，继续来。政治第18-010号。修正宜兰县传统公墓管理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三读，照二读会决议通过。好，照二读会修正通过哈。好，政治第18-011号修正宜兰县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三读，照二读会决议通过。好，照二读会决议通过。好，谢谢大家，那大家辛苦了，那今天我们会议就到这里来结束哈，谢谢大家辛苦了，散会。哦，明天要赵一成，赵一成嘛，赵一成。几点？10点好啦。对啊，妈，十点了哈，啊，十点了啊，十点了哈，报告台，十点。都赵一成嘛，赵一成嘛。啊？议案嘛，啊？对啊，都照一种议案啊，就是议案啊。